太不可思议了。与其一切是自己，与其一切是自己，是不是世界？这是整个东部以北最大的妈祖庙的绕境活动。后面全都是人潮。这就是台湾的盛世，太恐怖了。哇，旅行一件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。今天是2018年5月24号的早上，9:40了，现在在白沙屯，白沙屯很天空。